待地铁站偶遇初恋女友，没想到她是公司空降的领导，还要我当她助理。来，手机还给你啊！还有啊，助理这活我干不了。工资给你加3000。哼，你觉得是钱的事吗？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？我一个大人在乎你5000块钱，我洗个脚都要5000块。10000。成交。手机给自己拿去啊！不要白不要我。哎呦我去！拿出来呗，我都看到了，这废公牌的，还学会听墙角了，二舅。你有没有觉得，其实好像对我有意思？我手机一坏，立马就给我买新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这是爱情吗？啊，什么叫爱情啊？爱情就是偷之一目，掏之以童谣呗。你要怎么报呀，曾经理？哎，下班喽。哎，不是，你又上我车干啥呀？我们谈谈吧。谈啥呀？冬梅，你知道吗？车与车相撞是车祸，人与人相撞却是爱情。然而现实中，车与车总是相让，而人与人总是错过。我不想再错过了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吧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爱吗？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。我不喜欢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透过你家的窗户看你车。我家的车呗。哎，齐总不是